因为女孩子身上的静电是正极，男孩子身上的静电是负极，当你们俩靠近的时候产生了微弱的电流，所以会感觉到酥酥麻麻的。不会真的有人信吧？那是因为你爱他，他爱你，你们俩肉体碰肉体就会想产生负距离，这是人类的渴望，多巴胺的作用。但是不要抱太久，不然男孩子会很尴尬。